那打黑派我没听过，我真听说。断了。我有点好木头哈，对，说边上雕刻出来花，中间打个雕。木头好了，打得也好。啊？我木头材质好了，打得也好。后边再用钉，后边钉上花，钉上花边。我们举着有点累啊，打了半天了。速度还可以调是吧？可以调。好像这一个木板，也就值一两块钱，不到一块钱。然后打出来能卖个，好卖吗？我说这个东西你打一下肯定升值了。啊，我们直接加工是吧？这工艺品。比雕刻机要快是吧？差不多。雕的好。雕的好怎么样？这手机你打仗了，你能打出来吧？不是特别清楚，特别清楚了不行啊！我打雕刻机打不出来那种照片那种效果。雕刻机打照片？打不出来那种效果。嗯。打得比较粗糙。估计打仗打成照片那么清楚有点费劲。那是雕刻机的。打成这样不是雕刻机的，是这个。我估计打成这个有点费劲。你没去学切割机呢？去了，为什么？切割机数肯定有出差比较多，收获卖了挺多吗？卖挺多。都卖哪去了？啊？都卖哪去了？印度、巴基斯坦、泰国。马来西亚、俄罗斯、巴西，在日的订单没发货的，不发了，已经去过人家都，有些没去，但是有新订单吗？最近啊，最近谈着呢，谈着下周可能有个大客呢，不行啊，技术还不行啊，技术不行啊，学，他们都学了一年多。都挺厉害了。还有李健、少卿。你们姓雷多长时间了？应该有一年多了吧，就学得很好。要一年吧得。各种问题不在话下，真的。
今年卖多少了？今年？哦？今年卖多少了？五个多。啊？五个，还不多。马上完了。一年能不能卖一千万？咱、嗯、一个部门卖差不多。啊，一个部门啊，一个海外客户部啊。嗯。没，这东西怎么说得靠代理，没代理。对，靠代理。代理卖了多少？没有代理，没有几个代理。啊。公司就公司目前为止找的大代理就有三个大的吧。不好找啊，不好找。找代理有没有提成？啊？找代理有没有提成？那必须，比如说你找个代理，提成都你了是吧？那肯定的，那找代理是干啥的？就是帮你卖机器了。我找了给不给我？你找了，你给公司申请。是吧？给申请还得。对啊，给公司商量，要不公司。你说不行，这个收归国有，收归公司，所以就是公有财产了，就是商量，代理收归公司了，印度好不好？真的吗？说那么脏吗？脏，确实脏。有干净的地方。啊？有干净的地方也脏。确实脏。脏乱。嗯。印度跟中国差别很大吗？差大了。差大了。首都也不行。首都也很脏。首都也很脏。反正印度。你这也挺有钱啊，领导不行啊，你中国领导权力比较集中，他们那比较分散，不好管理是吧？他本来就不是个统一的，他很多联邦嘛，这个就不是完全统一的了，合伙了相当于。你这估计得几个呢？好几百兆。嗯。手机拍视频啊，就可以占太大的屏了。嗯。好了，拿着吧。